乐圈四千年难遇的第一大美女，就是以瘦为美的鞠婧祎了。一提到她，她的身材和颜值都是响当当的了。大家知道鞠婧祎的体重只有76斤吗？这种身材得令多少女生羡慕嫉妒恨。不过多么自信的女星都会有穿错衣服的尴尬场面，最近鞠婧祎在机场就是穿错了衣服的，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材太过于自信，导致她穿着一身特别紧的衣服，上衣是粉红色的，下衣搭配黑色的裤子，看起来也是蛮好看的了。可是这身衣服总让人感觉有点奇怪，可能是因为太紧的缘故，鞠婧祎也忍受太久，开始当面整理起衣服来了，可想场面十分的尴尬了。可能是最近拍戏吃得太好了，或者是对自己的身材太过于自信了，一边整理着衣服，一边感觉有点尴尬，脸上极度的不耐烦，可能不仅上衣很紧吧，裤子看起来也十分的紧。鞠婧祎系上自己的四个扣子，还不时的用手拽自己的上衣，这应该是真正的不舒服吧，看他痛苦的表情就应该看得出是非常尴尬了，谁让自己非要挑战极限穿这种衣服的呢，让自己也非常的难受。